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是9月12号，今天晚上苹果手机 iPhone 15就发布了，你们准备好钱买了吗？小龙脸红是吧？今天小姐来了，还好我站在她和小姐的中间啊，不然脸挺红的，不然小龙就直接被吸过去了。为什么你来红啊？这位小妮子她昨天告诉我她吸力很大，我就说那这个以后吸力会很大呀。你说你会非常那个啥？没有去拿了，现在说经验。好，然后呢？今天主要是来抽草黄啊，一会儿等人多一点。小姐不知道昨天为什么喝醉酒，然后走出门给我转了888块。这能说吗？这是能说的吗？那这个东西是爱意的表达吗？还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怎么是没收到？就是我感觉很奇怪，因为昨天饭钱是29已经给我了，他给我转了，然后不知道小姐姐为什么看了我两眼，然后给我转了个888。那时候他已经喝醉了。真的？你没有看吗？我看了你两眼。对，然后就转了888。加好友了吗？你加了呀。我怎么没加？你没加是你的事。然后我当然就4:32的时候给我转的。你看那时候我们刚结束，小龙，我没有骗你吧？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忘了，我真忘了。就是，我第二天我才发现，我们这里是不收受贿赂的。没有，我是第二天我才发现那个我又给你转。哦，我觉得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，就是他昨天喝醉了，然后想和我说八八，对吧？想和我说拜，然后就给我转账啊。那你问我多说点拜，你跟我说4个拜吧。哦，4个拜。好，从工资里扣4个8。我们就能否出草黄300，能否出一个草黄？这个第一次小姐姐来抽，今天一定要让你出一个草黄啊！来，总你300发，这个啊，对，16。哎呀，不行啊，好像没机会了。哦，没关系，那怎么样给大家回报一下？85吧。来，现在是小图300抽啊，大家有2分钟可以下注啊。对啊，让我去打一下学院啊。要不我来一项吧，真心话来一个。你对你前男友说过的不太好的一句谎话是什么？有，我之前他那个男朋友长得矮嘛，我说你看人家男朋友都那么高，然后你这么矮，我说像是我是你男朋友一样。但是这个不是谎话，这你欺骗他什么呢？没有欺骗，这是开玩笑。这还不过分。如果我抽出来，我可以要求你做一件事情。如果什么事情？就是不是很过分的事情，就是比如说你和小龙玩个游戏，比如对视30秒这样子的。30秒啊，太多了啊。但是如果是我输了，你也可以说一个让我去做的，但是不用太过分的那种。可以，可以，我接受。那你得问人家小龙的意见啊。小龙的意见就我替他做主了。小龙意见不重要，我替他做主了。来，输了。我没看见啊，这还没看见。那是我出的，这还你出？你什么时候抽过？今天还没给你机会呢。好，就是这样子，你和小龙对视一下。别，你对视一下，不用我，你别闹着我，你不闹你更好。好，那这样呢？为了让比赛显得公平，这个主要是我很厉害嘛，我抽到了，所以我要求小姐姐朝这边看着，这边。不用，就是我们这个是斜着的，因为大家不用看我的表现吗？因为我是很镇定的。然后我们倒计时30秒。我忍不住啊，我怕我忍不住笑。你只要别吐出来就行。好，那肯定不会的。给小龙机会，他不中用。开始吧，小龙说开始。这哪里点个啥啊？3、2、1啊，开始。听过这么久吗？没有。好的，那第一次是我的。所以昨天888的转账是表白吗？我知道这是表白不？表白不是我管你吗？但是事业是男人的使命，你祝他888不是祝他这个啥子？好，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聊天还没有聊。不好意思，真的。没关系，下次我们再来赌一个，是弹脑瓜崩呢，还是打手心手背，对吧？就是什么是打手心手背，是这么样的信号。就是你让我打你，等到你躲了躲开，然后我们就算游戏结束。如果你没有躲开，我就可以一直打你。好，但是你也可以想一个来折腾我的啊。但是前提就是我们先预测一下，预测之后的400抽、400抽吧，刚才已经出来了，我觉得400抽能够出一个。最近听一个笑话，是某鱼好惨，为什么很惨？因为超级小杰翻车，然后旭旭宝宝跳槽，然后周淑怡弹了个 PG One， 对，弹了个说唱歌手。哦，时运不顺的时候，喝凉水都塞牙的感觉就是这种。看一下，221，买179个，来开始。这没有人出，没有比小龙还黑的小妮子，没关系，时来运转总有机会。但看一下，果然并没有。小龙啥时候黑过啊？
我们这规则很简单啊，你把手放在上面，不用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我在他的下面，你其实手背，我们翻过手背，然后呢，我翻过来打他的时候，他如果躲了，我们就游戏就结束；但是他如果没有躲掉，我们就继续。你为什么要白嫖我这一巴掌？好痛！我说那一下不算，但是后面已经没有了。你好累啊，不行，太累了。这样打痛一点，太累了。游戏手上机，拼一下反应，你反应只要你太高了也不太合适。我都举不上来，我手都太放低一点。嗯。不来了，怎么还没停？不能耍赖了。看到没？看到没？红了，红了。你本来脸也红的，都一样。真红了。这有啥？又没有紫。我希望你红的大红大紫。没有，我还没有打，活动一下手腕不行吗？你怎么了？不来了，不来了。不是，我不来了。那我们直播有什么内容？你应该换一只手也可以的。小姐姐要玩得起是吧？你反应快吗？你这个真不来了。反正别打到我头就行小姐不太行啊。那如果实在不行，最后就只能弹一个脑瓜崩结束了。我不要打了我五十，那谁让你抖掉的？那谁让你这样一惊一乍吓我的？我哪里吓你了？那你别说话，那别说话， okay, 我不说话。那行，那别说话。哈哈，我觉得我们还是我平凡一点吧，我不要在这让你老是保持猜疑。叫你别说，我就快一点，躲了，没有躲了，打到了，你打到了都没躲回去，因为我打的位置不对，你没有看，那你别，是你手，就是我没有看你，你手没有伸，你得这样，你得这样，你离我远一点，好好，离他远一点，我的手都打疼了，让龙仔玩一下，来，我和龙仔玩吧，我打你吗？对啊，来，玩不了，你为什么要说？他略微碰到了一下，但是小龙，你再来一下。你看，我那边都开始，你打你自己了，你是？对。没你打我干嘛？你别往这边走。你别在这一直在这演。不来了，靠！打过瘾就不来了。好，打过瘾不来了。好。